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小王是给大伙带来一个吞食天地赤壁之战，也就是三国之二的三美版啊，大家伙看标题就知道啊，可以玩这个三美啊，美美美牙美玲啊，你他妈的，这个我操啊，你看啊，这他妈五虎，我操，这好选美牙，这三个人还不一样啊，感觉还不一样，咱选的是第二个那个美女叫美牙。好的，感谢我们的这个车通哥啊，车通哥一手这个支持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点像点播的意思了啊！感谢我们车通哥的一手飞机支持我了啊！然后呢，这个想看《三国之二》，然后没什么新的，我这么一找还真找着好看的了啊！什么呢？就这个三美版，这个三美版呢，选这个美牙，这个美牙呢，我感觉花里胡哨啊，伤害虽然说很高，这个投技很厉害，但是呢，有点磨磨唧唧啊，很磨叽，你知道吧啊？啊，很磨叽，很磨叽的啊！我操，狼哥呢？当然是狼哥。感谢刚才我们小狼左慈的一手办卡啊！啊，这个有点这个在飞机前面没看着啊，没看着的样子。好，这个在游戏上就有这个三美版。三美版呢，咱们当时很多人问这个美美美牙美玲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历史当中没见识过这个人，就是游戏里加的。这个日本人做的游戏嘛，你懂的啊。然后咱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版本啊，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简单，我感觉比原版应该是要难一点的这个感觉，因为毕竟有改版的。然后这个人物呢，作为改版的人物啊，他伤害还是很足的，看不看见？伤害很足。然后咱们这个玩法呢，还是禁武器的啊，就不使用武器的。好的，这个伤，哇，不，这绝对是比普通人物强很多的，兄弟们，这个人物绝对比普通人物强很多，相信我，啊，绝对是相信我的啊。哇，这个投技，抓 A， 哎哎哎，再抓抓 A， 好的，走过来，一个撩空腿。这个人比普通人物伤害多多了啊，兄弟们啊！好的，直接摔死。这个小溜溜，兄弟偷鸡，美牙，哎，这有点东西啊！这个人好快啊，速度，而且跳得很高，哇，感觉他逃跑能力 max 的啊，知道吧？这个逃跑能力很快啊，你懂的啊。好，我操！我们新哥给我发了个红包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个我们新哥啊，懒得再拼仔，我操！好，收了收了啊！这啊，谢我新哥啊！那、啊、谢新哥啊！这新哥直接一手红包了啊，相当于赠送一个飞机了，兄弟们啊！这个去哈尔滨的火车票出来了。啊，去哈尔滨火车票111块钱啊！哈哈哈哈，这不是小新妈妈的名字吗？对啊，小新妈妈叫美牙是吧？啊，应该起名，应该整几个女，哇，有多刀有刀！哦，我操，这个挺赖的，可以给她起名叫萨克拉啊，小英啊，或者叫席子嘎酱啊，席子嘎，叫静香啊，叫小静，可以这么改名多好啊，对不对啊？哈哈哈哈，这个神经病，牡丹江的哈尔滨高铁和动车是111块钱单程啊，往返是222块钱啊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但是你如果你坐慢车的话啊，最快的慢车是4个小时50多分钟，最慢的慢车是6个小时50多分钟啊，相当的慢啊！你别看只有300多公里啊，不到400公里，但是就是慢啊！你没法说啊，没法说这个事儿。所以说呢，坐动车呢，1个小时40分钟最快，慢点也就是2个小时20分钟了啊。那你要坐那个车的话呢，确实是，对吧？那便宜，那便宜啊，那确实便宜。好，夏侯惇，卡库腾啊，这个。这个新哥啊，狼哥你老瘦了啊，确实是啊，这个严格来讲瘦了将近60斤啊，瘦了这么说吧，瘦了58斤，这两天前一阵呢是回来了5斤，像这两天又减下去了，这两天呢瘦到又是变成了这个100，现在是153斤吧，大概是啊，153斤，
然后明天早上，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吃夜宵的话，明天早上大概是152斤左右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 A46414879 赠送了一张办卡，成为我狼的金牌粉丝。好的，我操，这个飞脚还能再接溜空腿啊，相当厉害啊！你儿撒，你看这个投技，哇，这个人物比普通人物厉害多了。哎，你们可以去这个，你们可以去玩一下这个版本，我觉得这个版本玩的肯定比普通人物厉害，真厉害很多倍的，真的伤害又高，而且又灵敏，很厉害啊。三百技能都一样，我认为应该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应该是不一样啊，大家伙可以去试一下啊。好，徐鼠，三百技能都一样吗？那我不太知道，反正三个人可以重新选，你可以一直选啊。狼哥，我有你的牌子了 ，OK， 直接挂上一手左次郎啊，二级左次郎，有点东西的啊。小狼左慈，这个改名了是吧？有个叫小狼左慈的，还有个叫左慈小狼的啊，这个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啊。好，蜡笔小新他妈，然后那个蜡笔小新他爷爷，不是蜡笔小那个谁，是蜡笔小新他爷爷吗？蜡笔小新他爷爷还是那个不啊，樱桃小丸子他爷爷，樱桃小丸子他爷爷是谁呢？是那个谁啊，是那个一拳超人里面那个奇遇老师啊，画风都是一样的啊。科纳米世界的视频有，但是我一直没说啊。科纳米世界相当于科纳米这个联盟似的啊，有点就很多英雄都在同一个作品里的啊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足够我们车通哥睡觉了啊。这个视频呢大概能坚持到这个12:50左右，因为毕竟是50分钟的视频嘛啊。然后呢基本上我就可以那个快下播啊，但是呢这个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激情。这两天一直啊我都非常的孤单，兄弟们啊，我真的很孤单，现实朋友们也不屌我啊，真的不屌我啊，我这瞬间我就崩溃了。然后呢这个天天自己上班，自己直播，然后自己关公司的门回家，走回家，哎，难受啊，香菇。好，你看这个人太厉害了，这个人，而且这个投机，你看这个投机，哇，这个投机摔900多滴血，大锤。这个徐楚啊，这个 KYO 抽啊，这个他这个投技这么说吧啊，打了900多滴血就不说了，而且这个徐楚呢明显是大锤80。大80啊，有点东西的啊。我操，这个蹬腿你看踢过来3点伤害，然后再蹬腿再踢，相当赖的啊。但是这个版本有难度，兄弟们，不是我说的难度，不是那个难度，我说的难度是这个版本有加难的。你可以发现小兵比这个比正版要多的，自己一个人玩比正版多啊、嗯。对呀、啊，我也就是有大家伙陪着我，要不然我肯定是逼了啊，我肯定是逼逼的啊。嘟、嗯，哎，这一个弓摔逼了啊！我操，这招太猛了，这招啊！可以放火，然后打到屏幕最右边。哎哎哎哎哎哎，这招，哎这招，哇，直接飞刀飞死，一个膝盖，别个修，溜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他这个日语发音啊，太嘚了啊！啊，来，这个是真三美啊，咱们是假三美啊，真三美上了，美牙加美玲，我打我自己，美牙是老三，美牙是底下那个，看看你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美牙骑马不知道啊，就是我知道他能拿武器，但咱们是近武器的，但是骑马不知道，大家伙都知道啊。对吧，这个开酒不喝车，喝车不开酒啊，对吧，骑马不喝酒，喝酒不骑马，其实最起码的啊。等我开资过来给你刷个火箭庆祝啊，等他就你开支都得开多少钱，你都已经是打工阶层了，就别送火箭了啊。因为呢这个打工阶层的一般收入我估计也就是吧，
咱不是请，不是，我就一般啊，应该没那么多。既然你上个月的工资都没给我凑啊，哈哈，那咱们还是控制控制啊，这个不用啊，对，偶尔来看看就行啊。好，我操，这个招式连身后都有判定，你看他那个武器可以用这个技能来抵消掉的，你看看见，相当的赖了啊！不行了，我有点饿了。有点饿啊，怎么办呢？感觉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，用一手这个，用一手这个瓜子啊，可以平复我的这个效果。虽然说大家伙都知道啊，这个直播嗑瓜子是一个挺嘚的一个事儿啊，但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来看看啊，这个直接来到这儿，这个新手啊一般打到这一关就不会了，有人可能在第二关那个夏侯惇的就死，勉强能打到，因为他会讲命嘛，所以说勉强能打到许褚，然后到这一关就不会了，因为这一关呢小兵非常赖，对吧，小兵很赖的啊。好，来看看，哎，我就那么像吴磊吗？我说句实在话啊，这个吴磊呢他长得没有好。主要还车贷房贷，还剩点还要交媳妇儿，对，那肯定是啊。这个相信啊，就是确实条件非常好的啊，都支持我狼的啊，这个啊不在乎说真的飞机火箭的，说实话确实也是发财，但是咱们工薪阶层啊，能省则省，对吧？虽然说呢，我内心还是，哎，真有人每天能给我送个，对吧？所有人加起来，每天我只要我一开播，我播六个小时，我一天能赚个1000块钱什么的，我操，那我，对吧？那我他妈的，那我吃喝无忧啊！我在牡丹江跟土皇帝一样，对吧？虽然说一个月能赚3万块钱也没不太多，对吧？就是不是那种就是暴富那种，但是你懂的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个。像我们这种五线城市，你有这个，那很厉害了，对不对啊？一直发那个飞刀，它不厉害，那飞刀血量咱先不说啊，发两发飞刀，然后这个这么多小兵，你不好控制的啊。不是所有的远程技能都行，而且你还打不倒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赵锤啊有点东西啊，赵深、赵锤、赵明、赵雄，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，我每次都忘了一个，每次都想起这个忘了那个啊，赵深、赵明、赵雄、赵锤，哎，赵四，我老忘啊，他妈的真的老忘老忘啊。啊，来牡丹江了啊，那确实是啊，那没见着我有点可惜了啊。赵敏，赵公明，啊，赵楚，对对对，龙老板说的没毛病啊，赵楚，对对对，赵楚，接楚的那个楚，没毛病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。一会儿的那个 boss 应该是曹仁啊，应该是曹仁，水淹白头发啊。赵芷静、赵本山啊，这个曹仁啊，曹操、曹仁、曹真、曹爽、曹仁真爽啊。赵云、赵四啊，赵无极，赵无极有点东西的啊。好，普通头搂过来。哎，真的，就这个大头技的血量是真合适的。
这大头机血量真合适啊。好了，你看这个游戏的游戏时间呢，无论还剩多少，它都会在右下角显示还剩76 75，有点快了啊。曹人曹丕曹真曹爽是吗？曹人丕真爽是吗？操好一个扣，就是答题啊，就是做那种答题节目，做游戏答题。什么节目呢？啊，就是这个节目，就是说三国啊，三国里面这个三国之二日本做的游戏啊，做的这个街机游戏。这个有一个怪呢叫赵家五虎，对吧？赵深，对吧？这个赵明、赵楚、赵锤、赵雄，对吧？这么多赵家五虎，这其中哪一个人皮肤是黑色的啊？哪一个是皮肤黑色的，对吧？啊，非常的赖啊，就是小心他妈妈那个美牙呀，一个投技直接摔死就行。感觉他这个投技有点像张飞啊，有点像张飞那个投技，对不对啊？其实那个关羽的投技啊，关羽的投技也一样，也是大作啊，但他是旋风麻花座，对吧？旋风麻花座，对，你看有人知道是赵明是吧？啊，明明是赵明，结果黑不溜秋。我操，5分多钟，兄弟们，5分多钟有点东西的啊。好，再跟大家伙说一个事儿啊，这个，比如说，说一个三国战记的啊，这么说吧，曹操啊，在三国战记这个当中，他可以自己加血。那么请问曹操作为电脑的曹操最多能加几次血，对吧？问题啊，好，一刀两刀三刀，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好，哇操，这哇，我感觉就这个腿是最赖的，你看，哎，都知道是三个啊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啊，这个比较简单了啊。好，那么请问啊，请问这个左慈啊，作为一个 boss， 你用前前 AA 他的话，能 A 出东西来吗？那啊，并且是 A 出什么东西来啊？肯定有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啊，感觉这边为什么还有加油的？你看这边还有女兵，你看啊。这当兵的啊，还输一个国妞的头子啊！对呀，你看有人不知道前前 A 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左慈前前撞，你是能撞出一个什么？能撞出一个小叶包，哇，或者说是饭团，就是绿色叶子上面有一个饭团。很多人说不对啊，小狼，我撞过，为什么撞不出来？那是因为你在打那个陆逊的时候撞过了。如果你陆逊没撞的话，左慈是可以撞出一个包子的。知道吧？哎，这个我不说你不知道吧？啊，我一说你就知道啊。所以说啊，有很多秘密你们都不知道吧？哎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非常屌的。好，直接两半了，我去。领袖军都，感觉就叫纯鱼岛，为什么叫纯干岛？精神病啊！我这题不够严谨，我人家问的是能不能撞出来东西，撞出来什么东西，没有不严谨，没有不严谨啊。好，你看这个真的啊，我感觉这个真的啊，糜夫人长得确实帅啊。王者里面哪个英雄最矮？能选美美啊，能了啊。哎呦我去，赵锤啊，啊，赵锤是绿色的，啊，赵雄是红色的，然后这个是赵什么？
赵身是蓝色的啊，穿颜色都不一样啊，这赵家五虎长得都一样，但是肤色不一样，是吧？肤色不一样啊。119有几个人身血，这个就不知道了啊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但是这种题呢，应该作为一个应用题啊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应该说是，对吧？啊，就是大题，你得告诉你都有哪有，因为它有不同的路线，对吧？有不同的路线啊。哎呦，这小腿儿！啊，波士顿龙虾，澳龙，啊、嗯，到底是波士顿还是澳龙啊，兄弟们？啊，这个来，那赵明是黑色的，肤色偏黑，对吧？没毛病啊。传说中的赵雄啊。还是飞刀，我操！小李他妈的飞刀啊，这是啊，对吧？好，来看看长板桥，背着一把剑，好，铁针肥肥，还有一个人叫孟啊，你看孟宋铁针肥肥。正板桥，我操，跳的太高了，这个人太灵活了啊！然后那个什么，这个好，后面有老百姓，看见没？后面还有老百姓呢啊，斜民渡江老百姓。其实小时候我挺害怕这个拿双匕首的这个兵的，拿双匕首这个兵挺恶心的啊，这个叫举啊，对吧？刘备啊，我操，这个关羽怎么变异了？这关羽变异了啊，关羽变红了。好了，这里面夏侯杰太嘚了，被张飞活活吓死了，也是服了啊。夏侯恩被夺剑砍死了，夏侯杰会被吓死，精神病啊，太惨了，就是。叉子有时候毛了，能给怼成空血，太赖了啊！夏侯渊、李典双胞胎啊，就是他就借用这个人的模型了呗，就是借用模型了啊，对吧？他不是借用这个模型，肯定不会这么用的，对不对？刘备没摔孩子，刘备摔孩子，闲着也闲着啊。为什么好多人叫长板桥、当阳桥啊？应该叫当阳桥、长板坡啊。叫长板桥的这个明显是微扯啊。哎呦我去，哎，说句实话啊，这个安明肌肉块挺大，你看
绝对是大肌肉块的啊。好，孙权殿啊，这还是那什么啊，刘备殿，这赤壁之战啊，有点东西的。这曹操这个木头人还能自己走啊，这个事儿挺赖的啊。典韦为什么是第一关的 BOSS？ 你这个造，这典韦的嘛，这话说的啊，人是李典，整个典韦。典韦那个时候早就死了啊，典韦。当然呢，吕布其实也早死了啊。啊，其实我感觉这个女的是真厉害，比传统人物厉害多得多得多啊。三英战吕布战绩怎么样？三英战吕布，吕布啊打不过关羽和张飞的啊，对吧？关羽和张飞连着打他，吕布肯定是扯犊子的啊。但是呢，加上一个刘备，这个理论上来讲是更打不过啊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三英战吕布这个事儿吧，作为这个《三国演义》，你要知道啊，这是虚构的啊，对吧？是小说，那虚构的话，你就能理解什么意思了。虚构的你还说什么呢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电影里女的打架都用腿？你看的是功夫片啊，是吧？好，来看看这个游戏剧情还是蛮长的啊。这个游戏速通我感觉也得需要好长时间的，因为实在是有点怎么说啊，这个是个挺优质的游戏啊，想玩的时间长也能玩。之前我们大家伙玩那个什么黄忠贪分，大家伙看不看见黄忠贪分啊，回马金枪那个有印象吧。嗯，好，赵雄，这赵雄红色衣服啊，赵雄其实你看他受创是有僵直的，看不看见？什么叫受创僵直？就是你打他之后呢，他这个恢复特别快，这也是这个怪物特别简单，特别难啊，比普通怪物要难的，你懂的啊。第一次接触街机就是这款游戏，小的时候游戏厅里这个游戏也很多的。这个游戏咱们没有前钱，但是咱们有下跳啊，有特殊技下上，
啊，而且呢下帐呢像赵云还可以加钱，有投技，有血杀，有武器系统，还是不错的啊，确实还是不错的啊。好，曹操，这是这个秀九六你说的啊，这个张辽啊，张辽是拿个那个铁，拿个那个小棒槌，然后加上一个盾。张辽感觉不是拿双刀的啊，有点面啊。好了，搂回来。张文远，张文远就是那谁呀、啊？就是这个《水浒传》里面跟这个，对吧？跟这个宋江啊有关系，对吧？有关系，张文远跟宋江有关系的啊。历史上曹操据说啊，据说曹操形容呢，大概是1米6左右的一个男性啊。反正你记住了啊，所有中国的名人都比丰臣秀吉高就完事了啊。这个丰臣秀吉确实是矮的啊。然后呢，再就是什么呢？再就是你像这个，曹操呢，在《三国战记》里面，他妈的，他应该是最高的一个人啊，没有比他再高的了啊。你懂吧啊？两半了，给张辽砍两半了啊！左慈那个不能算，那你骑着德比赫，那你还能算呢，对吧？那不能算的啊，对吧？你骑着德比赫还算呢啊！三国时期里面，据那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形容最高的人叫乌突谷，啊，叫乌突谷，非常高啊，是一个南蛮啊，就是大家伙知道南蛮入侵的时候，对吧？大家伙知道啊，后来这个诸葛亮那个南征之后呢，有一个人叫乌突谷，这个人呢被形容是最高的，而且高到让你难受啊那种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水浒里面那个人啊，身高1丈啊就已经很高了，那1丈2得多高？然后咱们说那个丈8蛇矛，1丈8，我他妈的，我感觉1丈8的蛇矛，我操，别闹了啊！那张飞那个武器是真的长，一寸长一寸强，你懂的啊。好，有没有管他叫派头骨的啊？啊！一顿哇！呵呵，啊，张飞有钱，张飞当然有钱了。刘备2次起家都靠张飞，对吧？当然他靠的更多的钱，张飞出钱又出力，而且呢还出那个队伍，还能带队伍。而他那个大舅哥啊，那个糜竺。那个糜竺就是出钱出的最多的人，但是呢，要说实在话，张飞呢，咱们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演那个张飞呢，在芒砀山啊拉了一帮队伍。芒砀山是哪？大伙都知道啊。汉高祖刘邦想当年啊，这个自己带着一帮人，然后帮就是给这个秦朝啊这个干活，然后呢延误了日期，死罪，干脆造反吧，就在芒砀山啊，就在芒砀山。然后呢，这个张飞也是，张飞拉了4-5千的人马，攻陷了一个县城。搁现在来讲呢，应该算是一个小城啊。怎么说呢？应该是一个，挺不错的一个县级市，啊，不错。这个叫古城嘛啊，咱们有一个话叫古城相会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，来到古城啊，最后呢是当着张飞的面把这个蔡阳给斩杀了。
啊，哥俩重归于好。这个古城的张飞拉了四五千人马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可能不相信什么叫四五千人马啊。这个四五千人马呢，这么说吧啊，很多人说曹操说自己83万大军，说谁号称70万大军啊，这刘备不是号称，真正能作战的没多少人，知道吧？比如说你像日本的那个所谓的战国时期，早年这个织田信长啊，就是这个丰臣秀吉，他这个之前老大，这织田信长去打这个他隔壁的这个大名啊，他是比较小的大名啊，他去打隔壁这个大名的时候呢，就用了4000人马，就把人20000干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就这个4000人，你知道啊，就很厉害了啊。好，来看看啊。攻打平安县城，日本很多人说叫战村啊，这句话肯定是不对的啊，当然肯定不能叫战国，按照咱们中国的这个思想啊，这个历史结算呢，叫战什么？战士啊，士就是士级的士，对吧？像他们那个日本那个，很多人问我大名是什么意思，可能很多人看那个火影忍者啊，知道那个火忍村火之国啊，就木忍村有那个村长，村长叫什么，叫这个叫什么，叫我成为火影，对吧？有火影水影什么的啊，土影风影，他们的国家啊，就是大名。这个大名什么意思？这个土地啊，这个土地呢，就是他这个，就是这个大名的，这个归他的，对吧？说难听点，就相当于国王一样，对吧？你这个国王，这个土地都是我的，老百姓只是租我用的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大名。这个大名啊，怎么说这个事儿呢啊？你能养活多少人，你的地盘有多大，取决于你的大名的这个身份大小。有很多这个家臣，为什么叫家臣呢？家臣说白了就跟门客似的，来人是养你的啊。好的，这五个人聚齐了，看没看？五个人聚齐了啊。好，萧家五虎到齐了，点名小了。好，捡起来啊！斯巴达300干好几万人，怎么说呢？那个古代的那个波斯帝国吧，强大是强大啊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也有作战经验和地利。你没听说过吗？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知道吧？有的时候呢，也靠战术。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一个电影叫《勇敢的心》，大家伙看不看过？就讲这个英国啊，什么啊，英格兰、苏格兰、爱尔兰，咱们讲这个苏格兰的故事啊，《勇敢的心》的这个主角啊，他就是非常厉害，是吧？他就怎么研究打仗啊？虽然说最后呢他死了，但是呢这个人很厉害啊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斯巴达300勇士，咱先不说有没有这个夸张的成分啊，但是能理解，以少胜多的战这个例子啊，比比皆是啊，兄弟啊，对吧？这个冷兵器时代你懂的啊。得了，好，这怎么还有人说话背后啊？徐晃啊，徐晃，徐晃字公明啊，徐晃字若轩啊，字若轩，哎，天时地利加人和，你看那个光武帝刘秀啊，东汉初年的那个开国皇帝，他打那个这个王莽的军队，据说呢，这个营地啊，王莽的这个军队呢，在营地里面突然天降陨石，啊，就，对吧？这10万兵马就折字了。你就是实在是你没法理解这个事儿啊，这个是正史记载的，这个是正儿八经记载的，天降陨石，哎他妈的也是服了啊。
这个对吧？你这个有的时候你天时、地利啊、人和啊，你像那个诸葛亮跟这个刘备吹牛逼，是吧？对吧？啊，有的人靠天时，有的人靠地利，但更多是靠这个，对吧？权谋之事，他推荐自己啊，刘备三顾茅庐，他自己倒挺厉害，对吧？打这个，对吧？他跟这个鲁肃啊，跟鲁大师说，说为将者啊，不知天时，不知地理，不晓阴阳，啊，就算不上将，对吧？啊，他说自己厉害，结果呢，他碰上了天命。司马懿火烧上方谷的时候，司马懿就是天降大雨。现在咱们说，当然这是小说里的剧情啊，正史里面没有这个事儿啊。但是说咱们说小说里面咱讲这个事儿，你就发现什么呢？就是怎么说这个意义呢？就是说没办法啊，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玄学在里面，对吧？啊，其实那个斯巴达那个啊，斯巴达那个电影我就看了一遍。我第二遍我都没看，我不愿意看。但是这不是斯巴达这个电影，我看了好几遍啊，真的啊，这不是斯巴达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，反正我看过好几遍。好了，现在有很多那个电视剧刻画的啊，有一些人就跟编剧似的啊，把剧本都写好了。你像那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的那个人叫谁啊？水镜先生，司马徽。这个司马徽就是给人一种看过剧本的感觉啊。编剧附体，《雍正王朝》里面那个巫先生啊，巫思道啊，也是编剧附体，基本上都是给你分析的明明白白的啊。草剃剑啊！这拿上剑的大哥，你飞的时候剑哪去了啊？好，这里面虽然说我们是近剑的啊，但是他还是用了这个武器，给咱们展示了一下。你也是，我感觉像这个人物啊，有这个有没有这个剑，我感觉都无敌的，真的兄弟们啊，真的啊，有没有这个剑都无敌的。其实他用不用这个，我觉得他就是爽一下啊，这个大家伙也就有点瑕疵啊，就算了啊，有点瑕疵啊。然后再就是谁呢？再就是咱们看那个谁啊，还有什么游戏？不，还有什么影视剧里面也是啊，康熙王朝，哎，康熙王朝那就因为毕竟时间长嘛，那不算了啊。大家伙知道那个匈奴，很多人说什么匈奴突厥啊，什么乌桓啊、乌丸什么，咱也不知道啥啊，什么什么的啊，就是那个匈奴，你知道现在在欧洲有一个匈奴国家啊，以匈奴为主的国家啊，大家伙知道哪个国家吧啊？他还玩不玩？你们玩不玩？你们不玩还有别人要玩呢啊？匈奴结底枪鲜卑，哎，有人知道那个匈牙利啊，对吧？匈牙利的首都叫什么？布达佩斯是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啊。赵雄，哎。好，来看看，一上岸马上是吕布啊，地上一把倚天剑，这是倚天剑啊，好，扔掉了。倚天剑跟草剃剑完全比不了，倚天和青钢是号称这里面最强的剑吗？号称是，但是日本人一做游戏必须要把他的三神器加进去啊，对吧？八尺镜、八尺琼勾玉，外加这个草剃剑啊。你看那火影忍者也是少不了这个，火影忍者啊，又有什么西游梗啊，又有西游梗，又有这个三神器梗，对吧？又有草剃剑，后来还有什么十全剑啊，非常的赖的啊。隔壁直播间有很多匈奴，胸部的奴隶是吗？啊，
好，撩空腿。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大饭店，布宜诺斯艾利斯啊，你说起名起的有点意思啊。好，看看这个阿维欧福。佩戴欧是草剃精那个罗马音的那个精是吧啊，然后这个吕布阿维欧是板气梁的那个罗马那个拼啊、哦、对不对。好，哎呀这下摔的真过瘾啊，确实很过瘾。一说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我就想起那个郭德纲的相声，说唱歌，比如说，哎呀，这北京啊，北京，我的故乡。然后说，那哈尔滨呢？哈尔滨，哈尔滨，我的故乡。那齐齐哈尔呢？后来呢？你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呢？操，老郭有点东西啊。布宜诺斯艾利斯呢？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的微信的地区都是安道尔吗？大家伙知道安道尔是哪吗？不知道吧？安道尔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国家，主发展旅游业，啊，原生态还不错。好了，吕布直接一脚被踹死，头都被削，我操，这太大哇！吕布临死之前头都没了，还坐在地下没有躺着，你看拿剑拄着啊，说白了这个给吕布刻画的非常非常爷们儿啊。尽管头已经掉了，噔噔噔噔，好，一会儿看看曹操杀曹，杀了，这曹操就会扔雷，我操，这一个头技就剩这点血了，哇，丁秀悠悠。好，直接掉下去了啊！妈，吃瓜子咬到舌头了，好嘚的啊！啊，美牙，兄弟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女性角色美牙通关，来自于我们的这个830512给大伙带来的这么一个视频啊。这个人物比五虎上将要，比那什么四虎上将外加魏延要牛逼的多了啊！这里面没有马超，大伙懂的。OK， 这个来自于美牙啊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是不是哎，等会儿通关，一会儿是不是有个美女，要赏一个美女？哎，怎么说？哎，一会儿是美女过来亲吗？哎，千万让我看到这个画面啊！哎，一会儿有美女过来亲吗？怎么说？哎，等一下啊，一会儿咱们看啊，这个百合来了，来了。怎么有点东西啊，操，我性取向有问题了啊。这刘备手里拿的什么剑啊，非常好看啊。哎，不多说了啊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。好，来看看这是红白，看不见红白会发好多狠，旋风腿还有后右跟，你看旋风腿阿斗根啊，这都是彩蛋啊，就是这确实是红白，兄弟们啊。那不多说了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